钻王思佳那里黑黑的。他又扯出罗志祥杠线哥。活动主持人陈毅日前钻女星王思佳乳头黑，吴宗宪宪哥昨为王思佳翻酸陈毅奶至陈毅每天这样骂人，怎么有人敢娶？陈毅接连发文反击，又在扯出罗志祥。陈毅今天凌晨又在脸书贴文表示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告诉罗志祥，也没有给过想想半毛钱，更没有登报道歉过，让你们失望了。他再酸，要我跟想想道歉几次我都乐此不疲，就像说几次吴宗宪是检察署认证的烂咖我都可以。苹果曾报道，陈毅曾批艺人罗志祥小猪肉体敛财，说他是亚洲空干王，跟卖淫小魔有什么两样，遭罗控告求偿。台北地院前年判陈毅虚伪卖淫等与赔罗300,000元，并登报道歉。想知道更多一定要看罗志祥庙会9月结婚，老爱 tap 他的陈怡不值得讨论。